所有人都赞叹山口百惠的美丽，但她老去的样子更优雅。山口百惠，日本著名影视歌三栖明星，曾出演伊豆的舞女解离等影片。随着那个柔情似水的年代，百惠的名字从此深入人心，她清纯的面容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女神。山口百惠被三浦友和温柔对待，在戏剧中相识相恋，以致乌相结合。百惠为了三浦挥泪告别一坛，伴着万千歌迷的泪水与呼喊，他将麦克风永远留在了舞台上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樱花女神。世人皆知她嫁给了爱情。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在剧中精彩的情侣表现，被誉为影坛上的黄金搭档。他们每一刻相处都像是约会，那时懵懂的爱恋难能可贵，将两颗年轻的心浸泡在爱意之中。成家后更是为小家都努力。回归家庭的山口百惠也没有以艺人的身份在公众场合出现过，她一心一意为这个温馨的小家付出，相夫教子，过着普通人的生活。正如三浦友和所说，我们家也常请人来，不过来人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忙做家务，而是防止骚扰妻子，和我为了实现普通这个目标都很尽力，可以说是全力以赴。妻子一直想努力成为一名普通主妇。山口百惠一路走来不忘初心，她最幸运的是遇到这世间彼此相爱而且值得相爱的人，没有丝毫的遗憾，跟随着自己的内心。正如她的自传《苍茫的时刻》所说，战胜自己才最需要惊人的勇气。即便百惠的容颜已没有了当年的清纯，却依旧优雅迷人。在世人的心中，山口百惠是永远的清纯少女，她的美丽永恒不变。即便年华老去，百惠的优雅美丽依然为人所津津乐道。关于百惠的美丽，不仅仅是外表与容颜，更多是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。她在事业巅峰期退出艺坛，回归家庭，亦成为了传奇。而女神是不会恐惧老去的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